宁波187平学区房，北陵小学南靠银泰城，拥有两个孩子的幸福四口之家，会选择怎么样的指纹锁呢？门高2.3米，宽1.2米，家里呢还有一个2岁的小宝宝。电，开始安装。藏青色大门搭配黑色的智能指纹锁，人脸开门，密码开门 ，APP 远程开门，你想得到、想不到的功能全都有。同锁模式需要4个手指握住把手，并用大拇指按住按键才可以开门，防止宝宝误拍，让他的童年呀更安全。猫眼逗留抓拍，门口有情况，手机直接报警，让可疑人员无所遁形，宝宝独自在家呀更加放心。贴心防夹手设计，防止关门夹到手。指静脉识别技术通过识别手指血管结构开门，解决了因指纹磨损或不明显导致的识别失败的问题，对孩子啊和老人啊都更加友好。施华洛世奇水晶按键让开门更有仪式感，多色定制面板，喜欢什么颜色就装什么颜色。想知道你家适合怎么样的指纹锁，评论区留言，小姨告诉你。